Hello，Hello，你好。正在水深火热，垂死挣扎。哦，你喜欢水深火热啊？我喜欢冰火五重天啊。那你有喜欢 BDSM 吗？关于调教位主性那类，你会有兴趣吗？还是反感？只是我觉得，卖收啦，你收啥？舍不得啦，舍不得什么？你单身这么久，哦，你单身多久？那十年吧，好寂寞哦。寂寞倒还好啦，因为我还是照顾爸妈照顾小孩嘛，有空就是回台中。但是就有一次我重感冒，然后龟心哭，全身酸痛到我根本不能动。那时候我就会觉得啊，要是有人真好。今天好可爱。是啊，因为听说最近有一种很特别的软体，交友软体，你猜的适不适合我们这种年纪啦？那所以想说要装一点可爱，重点他也看不到我们。啊，郑文姐声音变年轻，你有办法吗？你的声音那么老成，讲什么？快点啦，今天要干嘛？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试一下现在年轻人最流行的交友软体。对，你先啦，因为你现在单身嘛，我还没离婚嘛。来了，嗨，嗨，你好，住哪里呢？我住台北啊。那你有喜欢 BDSM 吗？完了，你现在在测试我吗？测试你吗？为什么叫测试 ？BDSM 是什么？关于调教位主性那类，你会有兴趣吗？还是反感的呢？他们就是要约炮的。唔知呀，起码下一通如果再约，我就讲啊。他是要约炮，我要悬空。喂。喂，你好。嘿，你好。今天休息吗？是啊，你呢？你今天不用上班啊？你刚刚声音好高亢啊，吓到我。你不听不出来我很紧张吗？我感觉你是蛮亢奋的。那你怎么会想要突然玩这个交软体？因为朋友跟我介绍啊，他在这上面认识一些朋友，他觉得还蛮好的。哎，那你，我可以知道你是在做什么的吗？我是在做餐馆。你自己开餐馆？仓库管理的。我想你应该等一下会按叉叉。那你会觉得我的声音很熟悉吗？熟悉。你会觉得我的声音像谁吗？我想想看哦，蛮像主持人的。蛮像主持人。那我讲一句话，看你还可不可以猜出来，再给你一个提示，好不好？好。好了个戏啦。我不知道哎。天哪，真的假的？那我跟你说我叫什么名字好了。好，今天很开心。好，你好，我是苗可丽。哦，苗可丽我知道啊。我不知道哎。其实你知道我旁边还有一个人哎。你该不会不认识我吧？我认识啊。大家绰号都叫我台湾冰什么冰起来冰起来冰起步啦。哦，好，我很高兴认识你。先换我了。喂，嗨 ，Hello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在干嘛呀？我正在水深火热，垂死挣扎。哦，你喜欢水深火热啊？我喜欢冰火五重天呐、啊。原来你不是正经人啊！哎、欸，你是在工商，这才正经吧？虽然我没有做过，但我希望我可以体会。对。你可以现在开始就含冰水、含热水开始练习了啊？真的吗？对不对？啊，你有觉得我的声音很耳熟吗？有一点。那你猜猜我是谁？是财经频道的主持人。那你有听过 Bobby Bobby 这首歌吗？你是蔡华姐啊？突然间变姐，那个感觉都跑掉了。快停了，好好说。我跟你讲，我是很耐操。安心吗？来，继续聊天。好。那也要他按爱心啊。他没按呢。那他都把我挂掉了。Match， Hello， 亲爱的。我跟你讲，我听到你的声音，我就觉得你长得很帅。比兵马俑帅。兵马俑很帅哦。兵马俑。好，拜拜了哟。拜拜拜拜。
这个人我有可能会跟他继续交往，我也会跟他聊天呢，因为跟他聊天很舒服。对，不会像那种一开始就问那个英文的那个，那是超奇怪的。哎呀，你有没有前戏呀、啊？对不对？他。嗨，你好。喂、欸。等我一下。哎，你几岁啊？我三一。哦，三一比我小一点，所以你是啊，好了好了，也不要太客气，就直接问。所以你是，等一下，我先问一下，你单身吗？对，我单身。哦，哎，那你觉得如果要当你的女朋友，要差几岁才可以啊？差太多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行？那你想知道我几岁吗？几岁？我会不会一说你就挂了？不会。我五十。那你讲。五十三。五三岁你会介意吗？五三岁，看一下感觉。你的声音很好听哎。很正常，我上面。那你听得出我们的声音吗？什么意思？我们的声音有像谁吗？我的声音呢？不知道，你是名人还是什么？对，我是个艺人，不是红豆哦。红豆是谁？你有听过 Bobby 吗？生气了，喂，他挂了，喂，不见了、欸，喂，哦，时间到了啦，是时间到了。郑文姐，你平常时啊，拢在看什么电视？你有在看电视不？体育节目。哦，你看体育节目，怪不得。那你没有听过《Bobby Bobby》这首歌这么红吗？我有，我有。台湾滨崎步是谁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刚那个人他说他查了一下，是王彩华吗？嗨，你在干嘛？喂？我来。你好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太懂，你那边收讯不好吗？你没有上班呐？没有，那你这边要上班。嗯，我看我今天有空。你鼻音好重，你感冒了吗？对。那你在家休息吗？对，在家休息。哦，那还好吗？你看医生吃药打针吗？有，谢谢关心。你有喜欢的明星吗？女明星的话。你喜欢谁？台湾的，台湾。你有没有去看医生呢？你该不会确诊吧？没有，已经转阴性了。转阴性了，还是会咳不停。哦，那你要你要吃那个新冠一号？对。好，那你喜欢的明星是？是万婷吧。哇，你喜欢辣妹？那我可能不是你的菜。哦天哪，咳到这样我好心疼哦。真的好。那你有听过 Bobby Bobby 吗？你说王彩华吗？是啊，我是王彩华。真的假的？王彩华我怎么？哦天哪！听到你这样咳，我心都疼了。都这样了。其实我觉得，以现在年轻人来讲，如果是一个聊天的对象，最寂寞的时候，他可以聊一些话。他并不一定要跟他交往，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却有那种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，可能我太有那种觉得好像我要对人家负责，所以我觉得我有点压力。你觉得我对别人都不用负责了？还有什么新的软体赶快这个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、对不对，我们就玩给你。现在我们年纪半百了。谁啊？33，不要再骗人了啦。